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来到这个密室的时候呢，竟然发现了迪迦奥特曼啊！哎，但是这个迪迦奥特曼为什么躺在地上呢？你看身边呢还有这个血啊，莫非是遇到什么怪兽了吗？哇，这迪迦奥特曼来到这里都受伤了啊！来，我们拿出这个武器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怪兽在这个屋子里吧。你看这个屋子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恐怖，对不对？你看迪迦先坚持住啊，走，我们去这个楼上找一下好吧。这里没有，我们进这个房间看一下。哇、哦、里面有两个，这个是谁？你看一下，丧尸吗？你看，来，必须把它给消灭掉，应该就是他们伤害迪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总算是把他们给击倒了啊。来，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一下。好吧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来这个房子啊很危险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丧尸，对不对？来，走，我们现在继续去这个三楼找吧。这房子里呢肯定拥有非常多这个恐怖的怪兽啊。这个门没有，我们进这里面看一下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这里有个陷阱啊，我竟然掉下来了。好吧，先不管吧，我们赶紧把这个迪迦救起来了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我是。